突然间想到我的钥匙用在门上，我们左右邻居都知道，就是所有的人都死，就是热闹的地方，想想啊，回来再说，恭喜他还在。那有些人说又没什么，不行，有些是肉眼看不到的东西，里面有菌类，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为什么要显微镜？那全日本啊，厕所不用钱啊，只有一个地方要钱的，在哪边？在日本，樱花超大颗的，漂亮。哇，这么好，吃完还可以让我们带这个瓷碗回去。然后我们家有三个。不错，这地方。香港的，是拱老的花园，很不一样。哇哦，好绿哦！哇，这叫云塘石，云塘石啊！我要前面那个石头，好吧？还要照相没关系，先慢慢，不要碰到后面那个上面的石头。是哈。不错，都是鸭。如果看到那熊在里面游泳，那也不错。山上观景，没有鱼啊。我在以前去日本都会看到很多乌鸦，不知道是因为山上还是怎样，真的比较少。那边有没有吧？转一下就好了。呵呵，那两只鸭在翘屁股。对啊，漂亮啊！这是水草。买潜水员小心会不会太浪漫的？哦，今天要住小木屋哎，我等一下先去洗脚踏车。翻车型。中文会说风和日丽 I want a funny way 用照片写我日记卷起裤管套上球鞋到我的 fixie 没忘记侧边口袋塞进半个鸡什么路线之前还是过万多这是个探险大街小巷都穿梭说我帅这种旁人眼光要在意除此之外他们说的什么都放屁没有目的地 I just get around 晃一晃把烦恼暂时都遗忘附近有只手狗或许顺道去拜访不知道名字见面都称呼他大黄也或许可以经过旧人家门口回想那一段已改掉的习惯而这些都只会是旅程的某一站像你听到现在刚刚经过 first one 踩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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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身房跟这不一样，继续 Yeah， 没有满街
点心，我没装火箭筒，前程一人，这规定从来没变动。我只在我自己单车霹雳游侠，突然奇故区别看错，以为是林宥嘉。这时饶舌小哥 Fisky 李麦克，有了我伙计，谁管你乔丹期待呢？不管想往哪儿走，从不塞车，不管什么地方，只要喜欢就待着。别人刹车玩 SKI 那个小教堂，这样讲骑脚踏车其实也蛮危险的。还好啊，车不多。应该也会吗？哇，然后去小木院啊，搭游园车。这范围很大。谁啊呢？这是梦回。哦，要够两。哦，刚好加两个。嗯，反正可以。然后一趟带多一点人比较高。对啊，住小木屋好棒哦。很棒很棒，十公里的，十公里啊！啊？秦娃娃，真假的？秦天娃娃，连这个都放？对啊。哦，十公里的，好好好，摇摆摇摆。看一下浴室好了，哇，地板是温的耶，好棒，真的很棒，这间房子太高级了，哦，哦，不错，里面充满了悲剧，像出去看得到雪，哈哈，好棒啊，哈哈。没住过这种小木屋，跨龙博，我们是哪一家？我吃超饱，然后回去直接睡觉。